秀开始，呜呼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客官烹调加一粒创意佮用心的信义乡在地方美餐，一一一条韭菜，不管是简单的汉堡，也是创意料理，让人看到就胃口大开。番茄、甜椒、梅子、西虾、西鱼、山猪肉、野菜，我们的巧思创意呢，都为地方创造了独特的风味的美食。而且我们强调我们低油低盐高纤的烹调原则。经过48点钟的密集训练后，由信义乡公所办理第三届风味餐培训课程，今日举办结业典礼以及成果发表会。其中指导老师之一，同时也是美餐达人的古信伟，对着学员的表现拢真学乐，也肯定这个课程对着信义乡观光产业会当有真大的帮助。信义乡现在缺的就是有民宿了，可是早餐的解决问题，我们希望说突破传统。来个比较现代化的饮食，所以我们又结合了信义乡的饮食，比如说番茄、小黄瓜来搭配面包，搭配小米，然后做一个蔬食的结合。那这一次的研习，我们大概都是以无油烟的烹调为原则，色香俱全啊哈！真的看得我今天有一个会，那边也有半桌了哈。我特别放进那边，过来吃这边的风味餐哈，真的它有特别的一个风味，我们代表我们地方的一个文化跟所有的这个菜色里面有内涵着。我们的文化，我们的诚意。今年信义乡风味餐培训课程由被过去教导部落族甲客家风味餐，这次以教导早餐、小火锅、甜点较简单好煮的餐点，实用的课程，乡民拢踊跃报名。对此，信义乡公所也强调，虽然经费有限，未来也是会继续开班。的原民局的部分有点，拮据，没办法补助。那我相信乡长会去争取一些筹划一些经费，继续的推广下去，因为学员非常的踊跃，那这一个方面对于信义乡整体是非常有注意的。为着我手中提过结业证书，客官都是欢喜个自信，大家拢真期待未来透过主家大师教导的手艺，会当留住更加侪游客，伫信义乡的部落甲庄头来食饭消费。记者金鹏山采访报道。